女仔啊，对面嗰个女仔啊，帮手影咗个女仔啊。見到啦，已經係超過五名，甚至乎有更多嘅年輕人啦，已經被捕。咁但係深水埗呢一度啦，其實暫時都仲未有任何嘅佔路行為嘅。我哋啊，去睇下。至少已經是拘捕了五名以上的人士，但是這裡其實就未發生過一些佔路的行為的。這裡是深水埗欽州街和長沙灣道交界十字路口，你唔好喊啦，喊侮辱解決唔到噶。我保唔到你哋。你唔好喊，你講清楚啲俾人聽。你喊冇用噶，你而家喊冇用噶，保唔翻噶。講清楚，你發生咩事，講俾佢哋聽，等佢哋幫你。佢拉咗佢妹係咪？你唔好喊，你唔好喊啦，喊冇用噶。而家拉咗佢妹。知邊個？我叫嗰個唔識噶。你唔識佢啦，好細個，我講過。個女仔係學生嚟㗎嘛，你唔好喊啦，喊解決唔到問題㗎。你唔好喊啦，喊冇用㗎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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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決唔到問題㗎。你唔好喊啦，喊冇用㗎，
個女仔做緊乜嘢啫？點解要咁做啊？跑咯佢哋！你唔好唔好激動，你冇用嘅，你幫唔到佢哋。你講你清楚講。嗰啲警察有冇講話因為咩事所以拉佢？佢話佢有份困難啦。好嘛，好嘛，走嘛，唔該你，你俾人講嘅啦，你咁樣。慢慢嚟，你講。咁剛才封路嘅情況係點㗎？請問你唔使理嘅，唔使理乜，你講你發生咩事得㗎？林小姐，林小姐對面望住，兩個女仔一見到警察就掉頭走，跟住十幾個防暴衝上去撳住佢，跟住我就向前行就話：你兩個女仔使唔使啊？喂，冇啊，手中真係冇嘢，唔該你阿木。十幾個人，保護翻阿木，捉佢。佢咩嘢事都冇㗎，呢個呢個我睇住幫手嗌㗎。係啊，佢真係冇啊，冇公道㗎，完全冇公道啊！係啊，喂，我係幫手嗌一句，我打個女仔啫嘛，太過分啦！擔心啊，我有幫手啊！佢唔敢亂嚟㗎，你唔使驚啊，有法治㗎，唔使驚啊！係啊，唔使啦，加咗法治，而家冇法治啦！你使唔使十幾個人咁樣圍住捉佢？跟住佢問我：你係咪整英雄啊？咁撚型啊，拉撚埋你翻去啊！呢個冇事嘅，大家可以唔使驚，唔使驚，講曬事實出嚟得噶，你唔使驚噶。冇嘢。咁多人睇住，佢又會講散出去噶，唔使擔心噶。有冇電㗎？我哋唔會亂嚟嘅，你放心啦。想問你有冇？你盡咗力㗎，你做咗你本分嘢啦，唔使擔心啦。我問到嗰名女仔嘅一啲個人資料啊。捉人哋個頭都唔做事，唔該曬。拉咗佢女朋友啊？唔係，唔識嘅。咁我哋可以重組一下剛才嘅情況先。咁剛才警方咧就係突襲呢一個欽州街同長沙灣道嘅十字路口啦。咁啊有兩個女仔見到警察啦，就喺度跑。咁然後咧啲防暴啦，數十嘅防暴啦就過咗嚟去追捕嗰兩名嘅女仔。咁現場咧有名男子啦，係非常之自責同內疚，就聲稱係救唔到嗰兩個女仔。先生，你知唔知嗰兩個女仔？但係嗰兩個女仔咧，現場嘅人士話，其實佢係冇參與一啲封路嘅行為嘅。唔係啊，我話佢同個女仔啊。咁啊，剛才咧有起碼三架嘅警車咧，就嚟到呢一個十字路口位置。黃金嗰邊，
個現場啦，其實究竟拘捕了多少人啦，都已經是數不清。呢度啦已經係去到福華街的位置，呢度都同樣係有多架警車。咁至於呢度剛才有冇發生啲拘捕行動咧，我哋嚟得比較遲，我哋唔清楚。咁但係剛才啦，我哋喺呢個欽州街同長沙灣道嘅十字路口嗰度，嗰度咧就有名嘅先生情緒非常之激動。咁問佢點解咧，佢就話剛才咧有兩個女仔見到啲嘅防暴警察咧就開始跑，然後咧就俾十多個嘅防暴警察啦係追捕。咁啊，嗰名嘅先生咧非常之自責同內疚，就聲稱係救唔到嗰兩個女仔。咁嗰兩個女仔咧，唔單止係嗰位先生啦，就仲有啲嘅現場人士咧，都話其實嗰兩個女仔咧就冇參加啲堵路或者一啲犯法嘅行為嘅。咁但係咧，警方就已經係將佢拘捕啦。剛才的這個深水埗十字路口其實都沒有發生過一些堵路的行為。那個女仔叫什麼名字？沒有人聽到。現在那個女仔在哪裡？上了警車。上了。你知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拘捕？不清楚，有些comments說有。长沙环道同钦州街交界的十字路口，继续是有多辆警车在聚集。其实在我地开直播之前，已经见到警方是拘捕了两三日，之后更加有两名女子是被拉上警车。我地嚟得比较迟，其实都不肯定，其实都应该是有更加多的人是被警方拘捕，但是我地就一个都影唔到。剛才的一些警車都已經是慢慢駛離這個十字路口，還有兩架是駛去加頓方向。剛才我們重組一下現場的情況，在這個深水埗的一些的群組裡面，就有人號召就會是出來這個十字路口，但是在啲人群聚集之前，警車就已經是捷足先登啦，嚟到呢個十字路口，並且展開一啲拘捕嘅行動。咁但係前提咧，這個十字路口其實就冇發生過啲乜嘢堵路嘅。眼前啦，喺呢個深水埗呢一度啦，就已經係至少係警方係拘捕咗。應該多個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十名的人士，這個人數其實真的不清楚，因為除了在這個長沙灣道欽州街之外，警方其實有去過其他的範圍的，就好像剛才福華街那樣，其實我們都未能夠確認有沒有再拘捕到更加多的人士。但是我們去到剛才那個位置的時候呢，剛才那個位置就有兩名的少女被警方拘捕，然後有名先生就非常自責啦，痛哭，跟住之後就是現場的人士幫手一起再講翻個事實出嚟，就係話咁其實剛才那兩名被捕的少女咧，佢哋咧就冇做啲乜嘢犯法嘅行為，咁但系咧見到警察之後就掉頭跑，咁然後就被警方追捕，咁然後係十多個嘅防暴啦一齊去追捕兩名嘅少女，咁嗰名男士就非常自責，就話係救唔到嗰兩個女仔啊，係啦，咁啊呢度係欽州街同長沙灣道交界十字路口，而家警車啦都叫做離開咗現場噶啦。咁或者我哋直播嚟到呢一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獨媒嘅直播，有閒錢就課金，大家拜拜。